今日是2022年的5月26日，快必文字狱开往拔摩岛的航程第625日。快必文字狱开往拔摩岛的航程记事簿网上预售已经结束了，现在制作中，仍然有少量的 quota 给错过了机会的你的。未买的话可以立即click入去我们文字版那条 link 那里。今日呢，我哋收到快必一封信，里面有寄俾唔同嘅朋友，亦都有回复大家嘅。首先讲下快必写俾慧玲嘅信，等我哋了解下佢而家喺船上嘅生活先。信入面系咁讲嘅，原来除咗做运动、写信用脑咧，都会用好多 energy。而家我朝早8:30咧食完早饭，系啊，阿公饭，早餐咧系食饭噶。我写几封信之后，10:00左右就开始肚饿啦。梗系啦，快必咧佢一餐食50粒饭嘅咋。我咧一般都系被安排喺中午最热嘅时候咧上天台做运动嘅，晒完好瞓啲。这个5月咧，我一般都系5:00睇天光。呢度6:30先至开灯，我已经咧喺房嗰度做完运动开始写信啦。五月天快必继续回信，他说首先讲下我的大小外甥女啦。细甥女回应我自由的时候去露营的想法，他说缅因州那里有个国家公园好正，要跟我去。他又说他妈妈生日亲手整了个芝士蛋糕给他，12岁女就懂整芝士蛋糕那么厉害。大甥女呢就问我一些哲学问题，又问下下学期咧唔学呢一个法文，改学普通话好唔好？我咧就答佢，如果咧以功课嚟讲，可能咧普通话咧就更加有用。但系咧我补充啦，学一种语文咧唔只系一种语文咁简单，语言承载嘅系如何思考同埋嗰个语言背后嘅文化、文明同历史。所以应该学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就更加好了。既然将来大个了都要用普通话的话，好容易学的啫，不要浪费在学校的时光。他又喜欢韩星的，学韩文都不错啊。我是不是教坏了他呢？肯定是啦，因为我是一个目无法纪的市井之徒嘛。快必说5月10日收到一大堆信，就是4月20日他判刑40个月之后大家寄给他的。他说我和大家相隔3-4个礼拜的距离，我写出来的信呢就大概快的就一星期，不过有时去了冥王星啦，就等于好像去了天国那样了。令到我想起中山美穗的情书，你们有没有看过呢？还有下一站天国，都是我自己曾经在人生中感动过的电影。收到你们的信呢，我都很感动的。不过呢，快必说这个星期呢收少了信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努力点写给他啊。虽然他可能好迟才收到，不过好过没有嘛。好了，这里是快必回复几位朋友的来信。小儿，你的小卡我收到了。杜斯托也夫斯基的少年呢我没有看过，但是那段话呢就深藏在我的心里面。少年就是少年，他们看春风不起，看夏蝉不烦，看秋风不悲，看冬雪不叹，看满身富贵难察觉，看不公不稳敢面对，只因他们是少年。感谢你说我归来的时候仍然是少年，无忘初心。我领受小儿你的勉励，你的家人亦都安好，请放心。澳门朋友 Mini， 你的小卡我都收到了，你用英文跟我聊天，我都用英文回应你两句。Mini, thanks for your card and support from Macau. Your encouragement means so much to me. We are facing the same evil regime. Keep contact and stand with each other.Angela， 你是自己有 D100 仍然安好吗？我都有写信给他们的，每个月枕住都有一封的。去年冬天呢也都跟大班来回通过信，啡色衫之后我都要写一封信给他先，等他知道原来啡色衫呢都不外如是。迟些47人中还会有成30多个转做啡衫添，我怕吓亲大班了，都是由我先安抚一下他老人家了。
向山舉目，四月十號開始寄嚟嘅信同埋網上新聞都收到啦。以前我哋可以一沓一沓咁收到解悶工廠妹同埋 Olivia 寄嚟嘅網上新聞啦，有 Facebook 嗰啲資訊，但係已經超過半年咧，被剝奪咗呢一個權利啦。你嘅資料好正，特別係柏洋老婆話中國人有飯食有廁所就文明啦，完成咗柏洋醜陋的中國人嘅使命喎。呢條八婆咧，一係個腦有事，一係個良心有事，反正都係有事。佢應該咧快啲落去陪柏洋，一家整整齊齊先至啱噶嘛。其實佢正正係演活咗柏洋嗰本名著嘅神髓，所以話咧寫到本好書就不如娶個好老婆啦，哈哈哈哈。今日嘅回覆咧，暫時只有咁多。因為其實五月份呢，我們還有五封信在銀河系統消失了，相信裡面是會有一些回覆大家的信，所以非常抱歉未能一一回覆你們。大家平時有沒有看開書呢？ Update 一下大家，快必和你讀贏可以說是快必文字冤獄書店，將他看過的書就跟大家分享，種類呢很多元化的，大家有興趣一起讀贏不讀贏去看看啦。開往拔摩島的航程漫長，快必上船20個月，每個月有6本書的 quota， 再加上一些宗教書，他大大話話都看了差不多150本的了。看完的書出回來都有一個劃押號碼，一個冤獄的烙印，書都很新淨。但是快必看書的習慣呢，就是會降低他一些覺得有意思的文字，也都會做微批。書是二手，但是意義更加大。大家如果有興趣和快必讀贏的話呢，就可以click入去我們文字版道那條link度看一看有什麼書單。看完書的朋友呢，還可以寫回封信給快必，跟他隔空討論讀贏心得。有幾本呢已經名書有主了，現在呢還有以下幾本： Shichuku 的鄰居，张善雄、张少华的《犹太人三千年》，张铁志的《想象力的革命》，殷子玲的《自由美景》，王国巨的《酒神的抗争》，哈维尔的《狱中书》，还有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手快有手慢无，大家不要错过啦。听日就是星期五周末了，大家不妨抽少少时间出来写封信给快必啦，特别是写开信给他的朋友不要停，继续写信给他。未写过信的朋友不要怕丑啊，嗱嗱临拎起纸同笔同快必做笔友啦。来信请寄去香港七姊妹邮政局邮政信箱60141号，寄信给师叔都可以寄来这个地址的。快必文字狱开往拔摩岛的行程记事簿收入将会用来应付快必文字狱的诉讼费用，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一本记事簿里面有快必的文章和他画的插画，预售期已经结束了，现在制作中，还有少量的 quota， 买了的朋友可以 share 给你的亲友，未买的话就不要等了，即click入去这个文字版那里link到落 order 了。又提醒一下，有些朋友填了 order form， 但是就未完成付款手续的，如果你们没有 PayPal 的话，可以 PM 我们，看看我们怎样帮你安排了。快必拍正呢，家人一个月只可以探佢两次咋。不过呢，我哋仍然会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次快必文字狱开往拔摩岛的行程，同大家分享快必船上嘅生活最新资讯同文章。所以呢，希望大家仍然继续支持同帮手宣传快必嘅 Patreon。快必嘅 YouTube channel 呢，今年年初先至开啦。暂时订阅嘅人数虽然唔係好多，不过支持者都好热情嘅。非常感激大家。请大家继续多些 comment、留言、like、点赞和 share 分享啦。有关赤柱师叔的近况，大家就可以入去他的 Patreon 那里了解多些。今天讲住这么多先，多谢大家。